近日，华晨宇和谢霆锋一同现身武汉录制节目，瞬间就引起了很多当地粉丝的关注，而且华晨宇还和谢霆锋一起回了一趟自己的母校武汉音乐学院，让很多学弟学妹们都争先恐后地想要一睹学长的风采。从下面的照片也不难看出，华晨宇虽然身穿一袭休闲装，但是看起来却相当有贵气，果然是富家公子哥出身，举手投足都自带贵族少年风采。而且也有很多谢霆锋的粉丝表示，虽然男神已经40岁了，但是一点也不显老，他和华晨宇一现身校园就引来了很多学弟和学妹们的关注。华晨宇12月16日回母校，风云学长荣归故里，贵族少年气质太出众。不得不说，华晨宇的唱功确实也是非常出众的，在圈中的实力派歌手中丝毫不逊色。尽管他身家不菲，但是却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努力在娱乐圈获得了一席之地，确实值得大家为他点赞。